大家好，我是馆长翁章良。嘉义县机车旧换新的补助正式开始了。只要你是1996年6月30日以前出厂的旧机车，申请人的户籍跟车籍在108年12月31日以前是设在嘉义县，就可以报废换新机车。相关补助16000元，直接买新的电动机车，最高补助10000元，中低收入户还有优惠，最高补助30000元。请乡亲把握机会，金额有限哦。